时间今日系6月3日星期六，由我罗雪贤同大家主持第62期嘅六合彩现场教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总额，今期嘅投注总额总共系有3261万。由于上一期嘅头奖有人中，所以系冇累积多保奖金，而投注总额嘅15%，亦即系48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在教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黄锦佩 BBS 太平绅士，以及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的代表新生精神康复会行政总裁朱世明先生。欢迎两位，介绍一下受惠机构。新生精神康复会简称新生会，成立于1965年，致力发展以复原为导向、以人为本、以实证为基础的社区精神健康服务。该会主要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住宿、就业培训及社区支援服务。为了推动社会共融及支持康复者自力更生，该会发展多元业务的社会企业，以及透过330品牌如意新心灵，积极向公众人士推广关注新心灵的信息。详情可以浏览该会的网页或者致电2332-4343查询。今期的六合彩即将会举行，大家电视机荧光幕会见到一部六合彩的搅珠机，1至49号的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可以即刻开始第62期的六合彩现场搅珠。出嚟嘅号码系16号 ，first draw number is 16。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号 ，second draw number is 2。出嚟嘅号码系24号 ，third number is 24。第四个搞出嚟嘅号码系47号 ，fourth number is 47。Fifth number is 25。
搞出嚟嘅号码系48号 ，safe number is 48。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0號 ，extra number is 40。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有2號、16號、24號、25號、47號、48號，而特別號碼係40號噶。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嘅網頁。好啦，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唔該曬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黃錦沛 BBS 太平紳士同埋朱世明先生，唔該曬兩位。喺度提提大家，喺節目完咗大概15分鐘之後，大家就可以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見，拜拜。